不是你好好看啊。谢谢。疼不疼？我坐在你旁边，你夸别人。我们这样，全体起立。让我们想要使劲那种，有一个劲儿、就是，就这样，起立，坐下。就是要这样慢慢的站起来，这样就要去。Okay, 好，把自己整个扔下去。哎呦！好，来，把自己的身体放松。三二一，坐。我觉得何老师肯定不会的。何老师是吗？有时候也不一定，因为何老师我觉得这种辛苦的事儿，一般何老师都会说我来，但是就不知道剩下几个团队的人会不会说何老师不要。有可能剩下团队说何老师你来。是这样的，稍微快一点。第二个排谁？第二个再来一个。我觉得孙悟空，因为你们这一轮要快一点，真的。好，孙悟空太慢了，这样节奏，马上排出两个。那就高以翔、孙悟空。对，高以翔、孙悟空。好，接下来你可以对我们剩下的三个人依次的提要求。好，我们让吴昕举一个腿举起来。就是你这样，你看我们坐下来是举个腿很方便哦。可以了，感觉你像牙疼。我们接着请那个允儿，请坐在椅子上面转一圈。你太聪明了。我真觉得有可能。你坐好了。我坐好了。请孙悟空和允儿同时这样子把你往下压。来，我跟陈坤示范一下。是这个意思，就是靠着就好了。他们俩站起来压我是吗？是这意思吗？就是这样，轻靠着你，这样拍个照，三个人拍个全家福。你不用真的用力压呀，做出那种用力的样子就好了哈。好，来啊，一二三。OK, 好。好，我们已经选好了。我们已经选好了。谁？刚才有个细节你们看到没有？我看到了。翻译姐姐特地把那个东西挪了个位置。因为怕她坐得不舒服。我们为了不要选错人，是不是？我们请那个允儿起立坐下三次。Oh, Doki! 慢慢的。OK 了。来，加油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。好。他的那个舞蹈里面有没有很多这种动作？有没有？我就怕很稳呗，是不是？所以，好，我们一起投票吧，啊，好不好？好，三二一，允儿。好，我们首先揭晓允儿。